是的了。哎呀，手抬起来，啊，手抬起来，抬呀，抬手检查，抬手，抬高点，再高点。哎，别闹啊，我浑身全痒痒，哎，不笑，你笑，别这么整，你换下一项，你就收收身得了，鞋脱了。啊，鞋脱了，脱鞋干啥呀？鞋底太厚，怕有夹层，脱鞋。就有个内增高。哎呀，穿上吧。啊，这味儿太大。身份证，身份证，干啥呀？我实名制买的票，要能进来吗？对，还有车票，完了看看。别闹了，前面刷刷往里，你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，你干啥呀？能不好，能不好，注意点素质，大伙都瞅着呢，吓唬谁呢？公共场所，谁瞅我了？谁瞅我了？谁瞅我了？哎呀妈呀，这吵吵大伙的，谁看不着啊？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、啊？那长那么磕碜，还老吵吵八股。是你家显眼了，我还用你家 WiFi 了？干啥呀？告诉你要闭眼事儿啊，闭眼事儿，听见没有？身份证，看看，快！真事儿真多，哎我的妈！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的，给。哎，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啊？咋的了？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？啥职业呀、啊？织毛衣。哎呀，我的名我姓织，叫织毛衣。我妈为了给我温暖，给我起这么温暖的名字。这名起的还织毛衣，那你哥叫织毛裤啊？对呀、啊，不是姐织围脖吗？哎呦我的天哪，这家长也太有才了，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。你这小样就洗出水了。啊、哦，还起球呢，巴掌还得起静电呢，咔咔的。不是行不行呢？过去吧。我告诉你啊，走吧。你别看我长得小，走吧。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，走吧。哎呦！反正。哎呀！谁呀？有病有病啊！有病啊！哎呀！我刚一睡着，这给我吓的。姐呀！你跟谁叫姐呢？老妹儿啊！你恶心不？亲呐！你欠削啊！我想告诉你，这火山太大了。对呀，林子大了，啥鸟都有，有喜鹊，有乌鸦，还有老鹰，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，对不对？车站好声音呢，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，对不对呀？哎呦我的妈！姐，我看你睡着了，我想勾引你一下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想指引你。听着没？你听着没？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呀、啊。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，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、啊，能没点防范措施吗？看看这是啥？哎呀！哎呀妈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啥也看不见了，洗手间给哪呢？哎呀，洗手间给哪呢？哎呀！哎呀！真厉害！亲，你咋样？我挺好。看着没，就这个类型耍流氓，大张旗鼓的。一般耍流氓都蔫圈的。我帮你揍他去。用不着，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？坐。其实，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。震到什么？耳朵。什么玩意儿？耳朵眼子。姐，你放心，你没有震到。哎呦，都什么年代了，叫姐多老土啊！现在都叫亲。亲，我们都是好朋友了，那我们加一下微信，摇一摇啊。哎，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，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，我喜欢这个。
还是文艺青年。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，哥喜欢用狂草。其人太狂了，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。哎，你是大夫吧？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。亲，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，又聊得来，不如我们去喝杯 coffee。赶时间。那好吧，一定要记住铃铃哦。铃哒铃哒铃哒铃。铃哒铃哒啦啦啦，铃哒铃哒铃哒。眼镜儿，哎呀妈，这眼睛给我喷的！里面生姜片的辣根的味儿全出来了。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！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？要我说你呀，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！瞅你长那个样儿，他就带挨喷的样儿。哎，刚才喷我那姐呢？喂，喂，啊！哎呀，眼睛喷了，看不清。啊，那20000块钱呢，在我兜揣着呢。没事，丢不了，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。人家不差钱儿。啊，没事没事，你放心吧，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。啊，行，我躺着，我迷糊一会儿，有点困。好了，再见。哎呀，钱就在这个兜了。迷糊一会儿，哎，就在这个兜了。钱，小偷！哎呀，哎呀，啊，哎呀妈呀，别动！哎，小偷，松开我！哎，小偷，松开我！小偷，你松开！小偷。抓小偷！哎，你个耍流氓！抓小偷！耍流氓！抓小偷！杀他！耍流氓！抓小偷！杀他！怎么着？耍流氓！抓小偷！杀他！怎么着？耍流氓！抓小偷！杀他！怎么着？别问咋回事，赶紧讲啊！放手！对，不是，我没说你们两口跪下，我让你跪下。不是，我刚才跟你说啥了？让你不让惹事儿，不惹事儿，你怎么还跟人？打架呢？不是，小偷。他偷你啥了？偷你啥了？哎呀，姐，他没偷我啥。你看看你啥丢了？我啥也没丢。手机。我手机在我这儿。在哪呢？这啥？你这当了当了。姐。嗯、哎。我手机呢？你手机在他那儿呢。你还我手机！我手机。我没有。你有？刚才我看你又打电话来着。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。哎呀，这不就是我的吗？你看看，这是我的。哎呀，你看我还能插进去，我还能拔开，就是我的，就是我的。刚才你说你没有啊？对，我说你没有的。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。就你那小样的，一开始吧，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，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。我奔你手机干啥呀？哎呀，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？亲。什么想法？嗯，太过分了！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，对不？哎呀，姐，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？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，我拿手机，我不拿你呀！哎呀，你不光长得磕碜，你说话也难听。哼，怎么样？让我给炸出来了吧？来，跟我上派出所啊！哎，是，你动。送派出所的，你得我送啊！亲，给你个赞。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，我们的世界就好了。就完了。哎，等会儿啊，不对，有点懵。你懵就对了，我清醒啊！哎呀妈呀，大哥你低了你呀、啊，你英明啊你呀、啊！姐，你看咱捋一下子啊，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。你想啊，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，我抱他腿干啥呀？
你想啥呀？明摆就他偷的。哎，我知道了。原来是你。对，他想跟我抢你。哎呀，哎，住手！大伙听我说句话行不行？我跟你们解释一下，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？对呀，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？我和这手机是软配，我手机，站住！立马给我们解开二七八，里面有微博，站住！有我的微信，还我手机！最重要的，我给它恢复出厂设置，走你！多狡猾！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，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。我刚 P 好的3万多张照片，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。还我手机！还我手机！哎呀，你哭啥呀？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，就不能用了。找你的。哎呀，原来是你！哎呀，我一猜就是你呀！来，看看啊，我来，快，就是他。来来，你们看没看着啊？哎，看没看着？他们以貌取人呐、啊，就是他，该活该。走。哎呀，哎呀。走，轻点！禽兽，你打我脑瓜子！你栽赃嫁祸，对，不是好人。对，川，你是车站好声音，姐都为你转身了。我长得就惹事儿啊！差事儿！哎呀，听着真得劲儿，亲姐呀！把姐去掉，叫。亲自己爱一阵阵抱